好，这一堂课那我们就针对啊，这一堂课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有一些输入的一些连接线问题，我们先讲这个有关啊电子 MIDI 键盘的一个输入啊，这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因为我在雅马哈服务了30年，所以说我们还是以雅马哈作为一个基础来讲啊，假设有这方面的问题，那我们看看这一台键盘啊。那等于说你所弹的键盘它能够在这个乐谱上面来做一个输入啊，那等于产生一个 MIDI 的一个连接线。那每一台琴它本身后面像这一个琴后面啊，它现在都有这个新的这个 two host 的 USB 公母线，这个就像我们在买做 print 的那一种线，那你把它连接上去，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琴就可以跟我们的电脑连线，那在电脑里面我们这个软体里面它就可以看到啊。那这里有一个设置啊，设置啊，播放及录音设备，那到时候我们安装进去它就会跑出来啊。那等一下啊，那我现在我们先来试试看。然后它还要再增加，然后你也需要先安装一下它所谓的这个它的这个 driver 啊，它的 driver 好，那然后你可以在它这个上面好找到它的 driver。那因为我用的是所谓的 MU5 啊的一个键盘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啊，然后到时候来选在这个地方就可以，你就可以看到了，选出来就很好看啊，这是一个 MIDI 连线的这个部分啊。啊，先你可以在 Yamaha 的这个网站上面的哈，那资源哈，那你看一看 Yamaha Selecting USB Driver 哈 ，All Windows 啊，这个你把它下载之后把它安装啊，安装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找到这一个啊，每看你的机型啊，你用的一个机型，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动作了哈。那平常我们在用的也都很好，那它的输出它到时候也能够从这边出来。那就是看你要不要听它的声音哈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部分，再来继续了解这一个软体的一个输入。好，那我们查看一下工具列，缩放这个都有了。好，那我们假设乐谱的部分小节数，现在来讲添加小节跟删除小节。刚才我们原本设定的哈，这个是一个4个小节，1、2、3、4有4个小节。那假设因为这一个我们现在到最后面这边是应该是第几小节，这个是28小节。28小节好。这个把它 delete 掉齁，这直接点红了之后就可以按掉了。好。好，这个就是结束线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28小节齁，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要来增加小节，就是28小节不够用。那我们点的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可以来增加小节。啊，小节。添加小节按下去。啊，在8的这个后面，比如你中间要插入小一个小节，我要插入几个小节。啊，比如说在8的小节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插入2个小节。啊，添加的位置在第8小节的后面。啊，哎，啊，这样子。啊，可以看到你看。啊，他已经跑过去了哈。好，那就你现在你当然看不到，但是这个添加小节哈，我们可以把它用。那我们也可以减少小节哈，你看啊，这个部分就跑掉了没有？那我们再把它这个部分我们再把它减少，我们就会你看到哈，小节数删除小节，在刚才是删除8的位置，删除9的位置。里面的2个小节，它就回复好，你看回复了啊，这个就回来了哈，啊，你看哈，这个一样是在28小节啊，这个添加插入小节是来从这里做，好，那接下来是调号，我们上次有讲过在调号这个部分啊，就是 C， 那你用什么样的调号，事后你再把它定也可以哈，重新的一个调，甚至啊这样子的一个设定。好，那调号跟什么有关系呢？我们这一首歌，我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开始在演奏，那有的人他因为拍子不好，
他对于算他这个总是给他谱看，他也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演奏出来是怎么样，哦，不了解的，哦，那我们可以放放看。听得怪怪的哈，好，这为什么？这个因为这里面我们刚才设定的这些啊，语音啊、升降记号啦，所以说，但是呢，你这样子呢，你就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说，哦，到底我的这一个部分到底是设定的怎么样？好，那接下来是乐谱的部分，调号、拍号，我们这个是设定44的啊，那里面它有各种各式各样的这个。拍号你可以来选定，你也可以选择一个4/3，我们不再选了，你自己去试试看的。好，好，那音符，好，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部分，音符这边呢，好，最多就是到32音符，16分音符、32分音符，哦，好，但是全音符啊，啊，2分音符啊，4分音符、8分音符、16音符、32音符，好。以4/4为拍，然后这个就4拍啊，这个就半拍，甚至啊，你也可以设定的到32/1，好，这个就是设定你的拍号。好，那接下来歌词，我们要来编辑歌词。哦，对歌词我们等最后面再来讲啊，我们先讲文字。哦，好，速度、表情记号。这个在开始我们就，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设定的是102，这个在节拍器节奏节拍器上面有，下次我把做一个节拍器来各位来看看到底这些速度，因为它这个原版的哈，原版的它是一个拉丁文字，跟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是中文，它翻译过来的哈，不太一样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个。取消掉啊，来乐谱啊，你可以等于说你也可以设定好，那文字那还有改编者，这改编者出来会出来，我们试试看来，哦，改编者假设是，我们用 X 啊来做改编者，好，确定，哦 ，X 就出来了，好，哦。文字的部分，演唱者，哦，还有演唱者哈，等于说这个我们刚才当初在写票头所写的，他这个不会帮你跑这个了，所以说你有时候你要自己写，比如说好来文字来，我们看演唱者，那你要自己打一个啊，哦，演唱者啊。演唱者，好，演唱者，演唱者是凤飞飞，凤飞飞，凤飞飞，凤，找不到了，随便，凤飞飞，哇，你看演唱者出来。那这些你都可以改，点击之后再，你可以移动啊，然后再去这边改啊。所以说这个 X， 哎呀，演唱者凤飞飞，你可以再依照这样。那等于说这边有那么多的这个啊，那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这个，文字这里面有一个乐器名啊，这个乐器名的，你所有的行前面。这个在我们在做不一样乐器的安排的时候会有这个好处。我们先写一个来各位看一下。好，那乐器名。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 soprano。Fruto, 那我们是一个 soprano, SP。SP。或者是说我们要用一个 alto。中音萨克斯风，二头，好，当前行，当前行就是说我现在在哪一行，这一行的前面这个就会出来，啊，就会这样啊，
讲四分之四，它你每打一次，它会出来一次。那叶气明这个字体，我不是我要的。那我到设置这边有一个字体啊，那叶气明，你们看到啊，设置叶气明，那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叶一个英文字的一个字体来做这个叶气明。是，我是觉得这个软体是只要你多用的话，你应该要时常去用啊，就能很清楚看出来，哎，哦，这阿尔托就出来了。好，那可能有三行谱的时候，那就可能会有中音、高音、次低音，哈、哦、啊这样子啊，高音、中音、次低音。然后因为我们在做合奏谱的时候，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谈，我们先讲，先把这个先讲好了。好，那乐器名哈、哦，那这个比较好玩。然后乐器名它就会在当啊，假设你所有行。那有时候我们只要列在一二三就好了，但是有时候所有行也有用。好，连音啊，那连音输入音数是几连音啊？取消，比如说我们来这个，嗯，那这个合音我刚才用过了，把弄掉哈。我们来做一个连音好了。都是八分音，那我要一个五连音。嗦嗦啦西嗦，好。连音，你给它设一个五连音，确定，然后做一个五连音。哎，好，五连音就出来。有没有五连音？有。我上次在演奏一首这就是五连在演奏日本演歌啊，上个歌一起看啊，那前面的开始是五连音，好，五连音，好，这是五连音的部分。那五连音它怎么算？那还是算起来加起来总数啊？好，那五连音，连音之后速度刚才我们看过了，你要不要设定这样？你那边一个好，接下来是力度。哦，力度 P 就是强 ，F 啊中强，然后弱中弱 ，N P N F 哈、哦，这个是属于乐理的部分。我们在这个平常呢、啊、哈、哦、做这个谱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为了要标示给后面的人听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也会根据啊、哦、根据这个它的需要来设定这个。音的强度啊，音的强度啊，让使用者他也能够清楚的看到。好，那力度啊，力度出来会不会有关系？这是一个问题啊，这力度啊。好，那最后面在力度这个部分到时候再来。好，线渐强渐弱暂音线啊，我们来看看，假设渐强啊，那这个就会跑出来了，慢慢强，那你把它点一点放大哦、啊，你要的范围啊是怎么样？啊、哦，你要的话呢，比如说我到这边都是要渐强，一到最强这个，啊，就是把它渐强，好，好，渐强渐弱啊，啊，力度渐强渐弱线啊，渐强渐弱颤音线，啊，那上次我们讲过了，你可以把它拉大，啊，我这个要颤，这个部分我都要颤音，啊，好，那。平顶连音线啊，平顶连音线，平顶我们来打一个，像这个把它打平顶连音线，西拉嗦嗦啦，啊，西拉嗦啊，平顶连音线，
圆滑连衣线。比如说，哦，我不是只要四个，我要五个啊。哦，好，哦，平顶连衣线、圆滑连衣线啊，其实这个一样的线。好，跳房子啊，高八度音，我要连弹八度都要一起弹。因为我们弹的时候连高八度音，那低八度音呢？低八度音啊，有没有啊？就是看到了啊，一个是往上的，那所以说像这个呢。C 的话就是都高低八度都要一起弹，有没有这样的？当然有哦，线哈、哦，那跳房子，好，跳房子。啊、哦，这个就是这一段，就是说这里连接到一，假设我这里的话，啊，都等于说是要重复的意思，对了啊。假设我们这里设一个重复，啊，那唱到这里，好，那这里是二，这个有一个快速键啊，八哈，这个部分它就是有限啊。咪瑞拉西，好，这里我把它跳房子，我就把它变成线。好，跳房子二。在很多的曲子里面，你们其实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。这第一段哈，那先做第一段的一个音乐哈，然后第二段啊，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开始啊，弹到这里，这一段。重复啊，重复又最后又从这里开始，来到这里，你不能再接一了，你要接二了啊。那二后续它后面还有什么？不一样的这个，好这样子啊，等于说是接二，接二。线还有什么爬音、哦、上下爬音，这我刚刚讲过的。向上的爬音、哦、向下的爬音，这个爬音、啊、要和弦、哦、才能够弹得到啊。滑音啊，滑音滑音就是我们举例的哈、哦，好，举例，各位看一下，顺便的叫好来，滑音，它有时候是依照这个和弦，比如说啊，哆咪嗦哆咪，哒啦啦噔，我现在没办法弹给各位听的哈、哦，下次我们来试试看哈。那这个往上有一个是往下，就是从高音，比如说这个和弦呢，咪瑞哆，它呢有一个和弦，它是什么弹的？好，那这个是整个的平衡的直接拉，好，好，它有一些记表法是这样子，好，线颤音。
占领，占领应该是取摩，嗯，这个就取摩了，这个要听过才知道，才知道什么叫做占领。啊，接下来是尾音、逆尾音、上破音、下破音、延音，啊，延音，这个就是延音。这个其实就在这里啊，这些的功能啊，这个我们找一节课来讲这样这些表情符号好了哈，找一节课专门来讲这些表情符号，因为现在这一章还没讲。现在我们先来了解这个软体的一个项，只是说他说他可以，好，圆广分组符号、小组、小节序号。好，我们先来讲小节序号，现在是没有。那你要不要设定一下小节数，在每一行首行，还是间隔小节？我们一般来讲都会写在首行。好，那你要用什么？用一个圆环的，就是方框的，或是括号的。好，那假设你用一个括号，那就是确定它一二三四，这连它这个都会出来，哦，连它这个都会出来。那小节序号就是这样子，它还有更深一点的这个做法。好，我们这节课先谈到这里，谢谢。